以现在的情况来看的话，李子嘉和黄志勇会在2025年之前结束各自的低迷期，你相信吗？若理想的话，大马羽总新任男单主教练，有能力加速国羽男单的黄志勇重返赛场。然而，大马羽总教练总监雷西并不急着让黄志勇复出，尤其是他在经历两次背部手术后仍然在恢复中。24岁的黄志勇自1月大马羽球超级1000赛受伤以后，限制了他今年的比赛。第一次手术后并发症，使他病情恶化。这位出生于柔佛的球员，在今年余下的时间里都缺席比赛。尽管羽总已经为他向世界羽联申请世界排名保护，但是应该过不久，小黄的世界排名也差不多要跌出前50了。雷西说：“理想的话，我们希望新来的单打主教练，以他的经验能够帮助志勇在明年大马羽球公开赛回归赛场。然而，我们正在处理的是背部损伤，所以我们不想操之过急。”雷西也透露，自己昨天才会见黄志勇，志勇对他说，他的下背部仍然有一个囊肿。但这并没有给他带来任何的疼痛，重要的是这个囊肿不会影响他的神经，不然这就会引起很多疼痛。一种解决方案是志勇加强腿部力量，这样他就不必过度依赖他的下背部。目前他主要的问题是他的双腿不够强壮，而他已经非常努力去加强它。雷西指出，积极的是志勇每天都在进步，并逐渐增加训练强度。他补充说，他还没有达到100%的强度，但他正在逐渐增加训练强度。到目前为止，他没有经历任何疼痛，这对我来说是一个积极的回馈。另一方面，大马的巴黎奥运会男单铜牌得主李子嘉，在芬兰万塔举行的北极超级500赛，终于走出低迷，成功晋级次圈，打响自己的卫冕之路。世排名第4的李子嘉，今日在当地时间早上8点进行了男单首圈，以21-15、21-11力克世界排名第27位的法国选手 Christoph Popov， 拿下对后者的2连胜。此前，子嘉曾在德国公开赛次圈对阵 Christoph Popov， 也有战胜过一次。这场胜利让李子嘉走出巴黎奥运会之后，连续两站赛事，也就是日本超级750赛和中国超级1000赛，一轮游的低迷。小李是去年北极公开赛的卫冕冠军，列三号种子的他晋级次圈后，下一轮的对手是中国男单雷兰希或者是日本男单田中勇士之间的胜者。靠水朋友，你们认为李子嘉这次能够再次走出低迷，甚至是拿下北极公开赛的冠军吗？在你眼里，老实说，黄志勇的未来还有希望吗？欢迎大家在下方分享自己的意见。如果你喜欢这影片，请按赞订阅分享豆豆学频道，并且不错过最新羽坛世界新闻。我是东东，我们下次见。